弟兄姊妹，嚟紧2015年第一季嘅复兴教室课程，而家又接受报名啦。初级证书，我哋有敬拜与赞美、人际关系与沟通、认识圣灵。中级证书，创世纪。高级证书，复兴之道、教会历史及教会观、医治与释放。有兴趣报名的弟兄姊妹，请踊跃参加啦！大家好啊，我是同行小组的钟仔啊。你们如果有带了祝福给缅甸小朋友的衣物回来呢，今天可以在楼梯间那里带给我的，我会在那里等你们的。圣诞节个个都想在假期尽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疯狂地去玩，疯狂地去吃，疯狂地去 shopping 和开 party。 在这个日子，我们身为天父的仔仔女女，又会怎样为耶稣疯狂地去传福音呢？圣诞节是一个最好的时机，还有一个礼拜给你们去邀请身边未信主的朋友，来12月24、25号晚上和下午的疯狂寻味完圣诞音乐剧报道会。用了8个月筹备、5个月彩排，好玩到震的音乐剧，希望你会找到属于圣诞的真正香味。新一年的月历又再派发了，记住每个家庭只可以拿一份，散了会之后去到司事台索取。教会关爱社区事工下星期又去探访葵芳村，弟兄姊妹鼓励你和你的组员一起参与，将福音、将神给我们的爱带到我们社区当中。一年的终结，让感恩献给神；一年的开始，让我们分辨为圣，宣告以寻求神的旨意为我们的首位。10月31号的晚上10点，有跨年通宵祷告会，让我们迎接一月份的21日禁食祷告，每早上7点至到8点半，一起来到聚集祷告，宣告复兴，宣告神的应许。